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爱多美的彩虹活性安瓶疗程。叮叮 ，OK， 然后现在打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叮叮 ，pink color 的，然后一个卡片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四支东西咯，然后分别是有零号、一号、二号跟三号。然后它这个呢，它是一个星期用一支，总共一个月的一个疗程啊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拿起那个零号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，然后它有一颗颗的那个就是精油的那个胶囊，然后它可以补充水分，增加我们的皮肤弹性。然后等我们激活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这个蓝色的 ，OK。然后大家就先打开，然后大家可以用一点力，然后按下去 ，OK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蓝色的那个液体出来，然后这个它是孔雀石提取物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皮肤保湿紧致，加强皮肤基础，然后提供深层的护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摇哦 ，shake 均匀，然后我们就打开，然后你会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支这个，记得它这边有一个纸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抽出来，然后再换去这个瓶子里面。刚刚激活之后，然后已经过了两个小时，然后我也是已经洗完脸，放了 toner，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服用开始使用这个零号了。OK， 所以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就帮它洗上来。OK， 然后它的感觉可以看到吗？它是比较水嫩的。OK，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涂在我们脸上。它那个胶囊呢，它是接触到我们皮肤之后，它会自动的融化，就是很容易吸收。你看，它就这样揉揉揉，它就会渗透在我们皮肤那边。好像眼睛啊，然后颈项啊，也是可以涂的。有多的你就可以先放在脸上。然后涂完这个之后呢，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放 mask 也是可以，好像我们的那个 peel off mask， 或者是你放了然后再放moisturizer， 然后可以直接睡觉都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呢涂完之后它是很快就可以吸收，然后你是不会觉得黏黏不舒服，而且觉得你整个脸都是香香的。然后温馨提醒大家，这个是一个星期哦，一个星期就要用完哦，然后早上晚上都可以涂，就你 after 洗完脸 after 你的 toner， 然后你就可以涂上去，然后之后你再涂你的 lotion moisturizer， 然后还有那个 sunblock， 你就可以出门了。